外媒有消息称，说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图-95突然降落在中国。俄罗斯那边的媒体，就是那个今日俄罗斯啊，就是 RT， 他也发布了这个消息。有外媒分析啊，这件事啊与美国这个 B-21 即将要进行首飞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属实的话，到底是怎么一个用意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日本韩国那边的媒体最先把这个消息给放了出来，你看日本媒体就说了，多架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军机飞入韩国和日本的防空识别区，他们是在做这个联合的这个演训。今日俄罗斯就是 RT 那边说呀，说这个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呢，俄中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了联合空中巡逻，俄罗斯的图-95MS 战略轰炸机和中国的轰-6K 战略轰炸机组成的空中编队，在日本海和东海海域上空进行了联合这个空中的巡航，俄罗斯的苏-30SM 以及苏-35S 型战机为该航空编队进行了护航，俄中两国飞机首次在对方的机场降落。他们还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在某些飞行的这个路段上哈，这个战略轰炸机由外国战斗机护航，俄中两国飞机是严格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行事的，没有任何侵犯外国领空的行为发生。那事后呢，有消息称啊，就在这个中国长江流域某城市的上空啊，看到了这个大雪之中有这个俄罗斯的图-95啊，说当天啊降落之后呢，时隔不久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又起飞离开了中国。如果说这事情真是如此的话，那看来呢是中俄正常军事合作的一部分，与外媒所分析的什么这个行动是针对美国要首飞这个 B-21 什么的，它没有必然的联系，外媒在这边夸大其词了。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中俄军事合作的加深确实对美国是一种有利的反制，这有利于我们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我们来注意四点。这第一， RT 的消息啊，他提到了某些路段战略轰炸机由外国战斗机护送，这个话说的挺有意思的，这是比较典型的俄式的那种挖苦性的语言风格啊！看来啊，至少这日本是应该又派飞机升空监视了。日韩媒体提到进入到了他们的防空识别区，其实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这么一个空间概念，这是各国自己的一个规定。 RT 呢就强调了没有任何侵犯外国领空的行为，这说明中俄是在严格遵守的有关国际法规，在进行正常的军事合作，在政治层面先把啊这些借这个事儿生事儿的这些国家把他们先压下去，把嘴先给他堵上。第二呢，我们看这个中俄战略轰炸机互相降到对方的机场啊，说明两军在作战指挥啊、指令啊，还有战略支援系统以及空勤、地勤等等这些保障方面吧，它这个关系就更加紧密了，必要时候呢可以进行真正深层次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同时呢具有很强的战略战术价值啊，这就起到了一个1+1=2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才是美日最担心的。这第三呢，说明中俄在地区安全上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在政治上的关系是可靠的，这是双方军事关系能够密切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基础。第四啊，中俄的这种行动，如果我们从军事角度来看，为什么要搞这个呢？这就反映出啊，美日啊在我们这个周边地区频繁的搞这种军事上的事件，他们所形成的威胁在加大啊，这形势呢是趋于严峻的，所以中俄需要有更强更深的这种军事合作，要有更有力的应对方式来震慑美日。